又想起来了，吃榴莲。你瞧，净这新鲜的，哎，榴莲打冰箱拿出来，我不能吃冰箱里的，这就吃冰箱伤胃，凉啊！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，我听人说了，啊、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，是吗？打完之后一闻呐，栗子味的，屎味儿。哎呵。那没法不是那味儿。哎，你说、啊、刚才红薯，这回、啊、榴莲啊。刚才是看形、啊，现在是看样。嗯来小勺，老头，嗯，怎么样？爱吃是吧？爱吃，对，喜欢吃这味儿、哎。那是那是那是。嗯，一会儿告诉于谦怎么样？来干嘛？把我那煮鸡蛋端上来，这才吃点正经的。好，一上煮鸡蛋，于谦死的心都有。怎么了？童子尿煮鸡蛋。还是新鲜玩意儿，这谁这么吃？浙江东阳啊，横店拍戏那个地方哦，很小。